有时我会努力的去回想，回想那些村子里的回忆，但越是努力的去回想，画面越是一片空白。是的吗？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其实还蛮久没有骑脚踏车，那种感觉真的会不见哎。不过如果是以前的话哦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哦。如果是以前，早被你爸妈训了一顿，每次有什么事都拖我下水。没错，每次就是由于你这个目击证人在旁边，好意思说。最近伯父伯母怎么样？好久没看到他们了。他们哦，因为我们这次又搬一次家，他们搬完家就顺势出国去啦。有没有约我要不要去？当然啦，难得有机会去看你这个25年的电灯泡啊！你白痴啊！当完兵还这么幼稚。最近有什么计划吗？还是说继续在这边当志工呢？最近哦，我在坤哥那边找到一份工作啦，包吃包喝，够顶一阵子啦。做事情要有计划啦，不要像我这样子撞了满头包。哦，哪里满头包啊？你可是超级业务员哎。什么超级业务员啊？现在不在这边，遍体鳞伤。嗨哥，嗨宝哥。好久不见啊！对啊，春豪哥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我的脚骑脚踏车摔倒了。太久没回来，连脚踏车都不会骑哦。他就是太会骑才骑成这样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了，依偎，最近怎么样呢？去人家找你都找不到你哎。就翅膀硬了，忙着交男朋友，忙着牵手，忙着。塞奶嘛！陈世伟，不要回谤我好不好？我有时候在做正事的。是哦。那你男朋友还是那一个吗？对啊。对啊，这世间就是有人这么笨啊！我才不笨。我说那个阿迪啊，怎么会这么的想不开啊？天气很热来来来，志豪哥，买了3杯饮料。1杯给我，2杯给你。谢谢啦，我真的没有啊。就有人话很多，口不渴啊。好啦，给他一杯啦。拜托啦，我好渴哦。今天好热哦。拜托啦。被发现了。拜托。阿迪好眼光。看上我妹妹，
这么正的妹。哎、欸，再下去就太夸张了。谢谢谢谢，西瓜。看你还要不敢多花。哇，正的。那就你平常最爱喝的那家、啊。你看，你妹还是对你不错吧？救人不惜福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对了，书豪哥，你这次从台北回来会待多久啊？这次应该会待一阵子吧，因为我台北工作没做啊。为什么？那个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那就。是为什么不能问？又不是跟女朋友分手。哦。哦，对不起。应该是你的吧，小七。你不记得我了？抱歉，是真的没什么印象。我是你小时候邻居林书豪啊。说真的，跟以前也变得不太一样了，有点认不出你了。那你在台北的生活怎么样？应该是在台北没有错吧？是台北，可是对不起，离开这里太久了，都不太记得了。这里一切好熟悉又好陌生。那没关系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了。这是我的名片。现在我们就认识啦，有问题打电话给我，这部信我很熟的。好，谢谢。我想一阵子你就会习惯的。那怎么会想要回来呢？因为应该说是家里的关系吧。嗯，真的好久不见哦。你们家很久以前就搬走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如果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话，还可以啦，家人等会就会回来了。这样啊？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会运动或者是游泳之类的吗？想说早一天。可以出去运动之类的。
那其他车呢？应该不常骑吧，尤其在那种大都市。可是你的脚这样还要骑脚踏车吗？没什么大碍，就自己太爱玩的。可是我不太会骑脚踏车哎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有一天我教你。不用麻烦啦，真的。真的不麻烦啦，那就这样说定喽，有问题再跟我说。你看是这样。看呀，我找四位。哎，哎，小心一点啊。看最近坤哥挂包店的生意好像很不错嘛。盒子不错啊，看到没有，练出来的挂包哎。对了，喏，这边是最后的补习费，剩下你自己留着用吧。那你自己嘞？我反正我整天都待在店里啊，而且坤哥月底好像要发我薪水了，不用担心，饿不死。其实我也不一定要补习啊，我也可以自己念啊。自己念也是要买书啊，那书也不便宜，买一买可能要好几千块，不然你以为公职这么好考吗？可是这样家里。哦，可是这样家里就少一份收入了啊。我知道你不聪明啊，但是你考一两年也是，我也是有办法负担的嘛。嗯。钱的部分你不用担心。可是，那挂包店的工作能做多久啊？给我顶一阵子啦，这时候我也包得很开心，而且。工厂那边也还蛮稳定的啊。哦，最近其实有一家公司找我去面试。嗯。约我跟他约月底。什么公司啊？为什么要月底？啊，先不要说我，到时候就知道啦。你最近跟阿迪怎么样？你打算要结婚吗？跟他哦。老样子啊，
不过他最近有在工地剪柴，也是想多存一点。看他这么辛苦，我也不好提什么。他也蛮拼的啊，算还蛮有心的，还知道要存点钱。嗯，啊，如果我能考上，就可以帮忙分担一些了。哎，对了，妹，准备考试，应该不差一个礼拜，对吧？这还好啊，怎么了？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什么事？我跟书豪下个月要一起去旅行。两个大男人。对啊，而且重点是我们要骑脚踏车哦。骑脚踏车，听起来就好累哦。我不要。我都还没讲，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拜托啦，一起去嘛。为什么要我？你那台生日礼物啊。啊，我就知道没好事。拜托啦，亲爱的妹妹，拜托啦。嗯，一起去哦，拜托，一起去嘛，亲爱的妹妹。啊，哎呦，拜托。嗯，好啦。Yes。嗯，看在钱是你出的，然后再养我个一年半载份上。唉，可是就我们三个吗？书豪说还有几个。嗯哼。而且那边还有台北的妹哦，超正点的。搞屁事。Thank you.
哎呦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这个没有我知道哦。没有妹嘛，对不对？还说台北的朋友很多，拜托，这我也不愿意啊，大家都有事在忙嘛。我妈从小就跟我说了啦，心一嘴，我绿绿。哎，我也跟你一样是受害者哎。算了，没关系啦，患难见真情啊。什么是兄弟？兄弟就是要像风筝守护着天空一般，会永远守护着你的。拜托，少来了，你是游戏玩太多吗？少耳烂了你啊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、啊？就从回来这里的时候啊。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个兴趣、欸。其实啊，很多兴趣都是需要培养的啊。你没有接触过它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有多爱它。那你都画一些什么啊？就一些过去咯、嗯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当下的每一刻哦。在下一秒都会变成过去的。哇，好深奥、哦。不过我大概懂一点啊。就像生命组成的囚犯一样，他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你要这么说也行得通啦。这题我看一下啊。神秘兮兮的小气鬼，都几岁的人了。你说你之前那女朋友叫菊水轩哦？菊水轩是逸轩哦，对，可惜无缘一睹芳泽啊。不过我还是想不透，你怎么会交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？不是前女友哦。对了，这次小琪又跟我们一起去哦。什么？你这么快就有新对象了、哦？不是啦，是之前跟你讲过那个小时候邻居小琪。真的、哦，我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哎，又不是你一直提起他、啊，也是啦。嗯，那时候我顶多6岁，你要小2岁，脑子到现在都还没长完全，就不用讲啦。啊，不过他跟现在差蛮多的哎，变得蛮有气质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就他搬回来啦。哦，日子过那么久，你还记得清楚哦。因为上次在他家门口遇到他，难怪。我想说，这村子啊，每家每户有多少人，我都一清二楚。要不是我太年轻，资历不够，
我都要出来选村长。要是让你选上来得了啊？是有多糟糕啊？不过说真的，我要是真的选上，挂包随大家吃。不过我还蛮怀疑一点的啊，有没有人可以想一个人想这么久？你们很熟吗？被清水雇的，是见过几次面没错啦。不过他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耳垂旋。耳什么旋？就耳垂旋，魅力啊。我看是什么万有引力或是地吸引力吧。我还学过什么分子间作用力，就是不大懂你说的魅力。哎，随便你怎么说啦。不过这次约他去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不会啊，我不反对啊。不过人家有答应你啊。他说考虑看看呢。考虑是一定要的啊，总得问问男朋友感受。哦，拜托。好啦。其实他说不定跟你也是一样。只是回来疗伤的，陈世伟，怎样？黯然销魂锤，看我的化骨绵掌！爸妈没有说什么吗？这没关系，还是这样的地方。在地图上面，很多地方我都认识哎，而且我发现啊，我们都住在同一张地图里面，还蛮有趣的。这是你的暑假作业吗？暑假作业？就是小时候那种小学的暑假作业啊，开学前才会动工那种。你是说画画、劳作，还有抄不完的课文吗？对啊对啊，抄的手都快酸死了。而且都是我爸妈帮我做的，根本就是爸妈的暑假作业。其实我都靠自己，最后根本学不完。我觉得应该要给小孩子一个快乐的暑假才对啊。对啊。这里真的变蛮多的吧？有点荒废，对吧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本以为这个地方会好好被规划。所以大家搬出来也没有太多不甘愿，没想到几年过去啊，这个地方还是被遗忘的，村子只剩下空屋子，然后村子口只剩下我们这种偷肉，偶尔回来走看看。什么是偷肉？就鲑鱼啊，淡水生海水长，有空会回来出生地走走那种啊。偷肉是尾鱼吧？啊，是哦，反正你懂我意思。其实村子也是有主事协会的，就是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恢复一些往日风光啊，以及一些活力。好，垃圾倒完了，可以开始骑车了吧？就从这边开始吧。
喂，你也没意思哎，把我蛋糕吃完也不早讲，我可以留到晚上要吃的。看不到你，没带伞啊？吃饭没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脑袋进水了？我跟阿迪分手。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我都不说话。叫我怎样啊？该不会是他又跑去喝酒了吧？哎呦，工作应酬难免啊，喝一点小酒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啦。到底怎样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说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现在去找那臭小子进去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哥，你们现在变成这样，我还不帮你出头？这四五年来，你们不是都好好的吗？你为他做了多少事啊？现在他说分手就分手。小声一点，阿妈在睡了。是我提分手。你提的？你提分手？我提分手。阿迪他背着我，跟别人在一起，说周末去工地加班，都是骗人的。畜生。手机给我，给我！我不想考了。什么不想考？公子，你补习费都交了，说不考就不考的吗？当初考的理由都没了，还考什么？难道你考公子？就只为了阿迪，你有没有想过家里面的人啊？因为家里面钱多啊。我有，我想过，所以我才不想考。你自己给我好好想清楚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仁爱路，我要盖房子哦。换你，完蛋啦！想都没呢，你爸妈去上班了？对啊，他们总是很忙。所以我们骑脚踏车的地方是在哪里啊？三四五，算是一个小时候我跟小四蛮常去的地方，不过蛮久没去了。想说这次回来就骑脚踏车去晃晃喽。是这样，小猫你还真有义气哎，弟弟。看不出来吗？是看不太出来。你过敏还好吧？还好，很久没发作了。李月，真的很衰。不会啦，过敏而已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命运啊，小偷光顾，损失500元，确实。人生就是充满意外啊！你看，小偷为什么只偷500块？搞不好他是真的需要那500块。你把人性想太善良了吧？我们就是要人性本善，不然怎么能够去帮助其他人？
其实啊，小四还蛮可怜的。九二的时候，他爸妈就罹难了，而且他家里只剩下他跟他妹还有奶奶三个人，一个人要撑起整个家。他看起来很乐观哎。其实啊，他还蛮坚强的。嗯，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，而且我觉得啊，他在行为啊、思考啊各方面啊，其实都比我成熟哎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靠，又是命运。哎、欸，雨停了，我们差不多该出门了。为什么？你发生什么？哎、欸，时间差不多啊，走啦。哎、欸，你很赖皮耶。走啦。这一天总算还是来了。出来跑总是要还的、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不能改天吗？不行。来喽，我要放喽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你成功啦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不会下车啦！哎、欸，左边，左边，不是啦，不是左边啊，我说的是下车。你说好看帮我。啊！
不要吗？今天我不想回家。可是。明天。明天我一定乖乖回去。今天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可是你哥跟你奶奶在家里等你，很担心你哎。你哥。喂，小四，你那边找到了吗？我这边还没。不用担心啦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说不定现在正在朋友家嘞。好啊好啊，那我明天陪你去派出所一趟。嗯，好好 ，OK。那你早点休息，不要想太多。好好好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你看，你哥说，明天如果再找不到你的话，就要去派出所备案了。以后不要这样子了，知道吗？对了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？跟阿迪，我已经跟阿迪分手了。也好啦，如果再不讲清楚的话，我就要采取一些行动了。去买几包宵夜，好好开导你。觉得你那个公子啊，还是可以去试看看。不过你有自己的想法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你哥好好跟沟通一下。我会的。谢谢你，舒豪哥。啊，不会啦。你哥就像我弟一样，应该的啦。对了。今天我房间的床跟电脑都给你用，我就睡客厅喽。这样好吗？没关系啦，好吧，我们赶快吃完，早点回家休息。好。四伟怎么了？我妹呢？以为她……没装，不太清楚哎。没装啊？她的脚踏车为什么在你这里？亏我还把你当兄弟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找了要死要活，就你去把我妹藏在你家里。天哪，你真的误会了。陈宇文，你给我出啊！四伟以为他昨天晚上……陈宇文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去。然后还有，林书豪，为什么你只穿了一条内裤？然后我妹，你穿了你的衬衫。穿我衬衫啊！房间会冷啊。对啊，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。可是你也知道，他脾气硬的跟什么样，他现在就是没台阶下。跟你说，他这星期啊。
每天一大早就出门，很晚才回来，一回来就关房间，买了大包小包的，不知道他在搞什么。他本来要找我啊，可你看最近都没再提了，我也不敢问。哦，对不起，苏豪哥，都是我害的。哦，那个我跟他说，就先让我去面试几家公司，如果两个星期之后没消息的话，我就专心准备考试喽。
经来了。去哪？还装哎！明明就自己偷偷去，还装没事看报纸。哎、欸，桌上有便当，但要吃记得热一下。算你有良心。照片整理好，我再给你看。不过你没有一起去。真的是有点稍微可惜。十二一的时候就属这边最严重了，整个膀胱都从这边凸起来，所以在这边设博物馆。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种错乱的感觉，在极力发展的这个地方介绍是破碎的大地，可是在旁边呢却有着一段被荒废掉的回忆，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交界的地方。嗯，我们的确是在这个交界上。哦，之前我在台北工作啊，是个房仲业务。是哦，一定很竞争吧。是真的蛮竞争的啦，不管是工作方面或是其他的地方都还蛮竞争的。这么说好了，之前在台北生活啊，每天就像是在搬石头，拼死拼活的为了建立自己的梦想，眼中只有大石头，为了搬大石头就得张开你的双手放手一搏，一不小心呢就压伤了自己手中的宝贝，最后也喘不过气，为了搬这些大石头呢还压伤了自己的脚。回到这里之后啊，生活变得自在多了，虽然现在还是在搬石头，可是眼光不是在以石头的大小取胜，而是以石头的形状、色泽，甚至发现的地点
作为重量的参考。有件事情希望你不要生气。嗯？其实我是一个人搬回来的。我早就猜到了，那你爸妈呢？妈妈过世了，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消失了。消失？因为他是个军人，常常接到任务就消失了。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认识的，可是你好像一点记忆都没有哎。小时候的事情，我记得的不多。家里发生很多事情，我记得的也很有限。他有任务的时候，我问他要去哪里，他总是说这是不能说的秘密。当他在出现的时候，又是好几个月后的事情了。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亲人，怎么可能丢着亲人不管呢？那我爸爸一定是个坏情人。以前啊，我常幻想铁丝网的另一头住着两种人，一个是惯坏人，一个是惯我爸爸。以前小时候晚上睡觉前，我爸爸都会唱歌给我听。挺好听的。以前我爸唱这首歌，我就觉得自己好有安全感。长大之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会哼给我自己听。就好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再害怕。明天我就要回去咯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其实我还在念书。念书？嗯。还有啊，那个信，这么多信，算你有毅力。信？说什么信啊？小琪，我知道你回乡下了。晚上天气多变化，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小琪，回到乡下后过敏也好一点吗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最近常常下阵雨，出门记得带雨具哦。这些真的都不是你写的哦？嗯，不是欸。那我想我知道是谁写的。
如果说小琪的失忆是这道残缺的围墙，那陈奶奶应该就是这整座村子，在花园城市中最残破不堪。阿妈，我带你去散步好不好？不行啦，我中午要送便当啊，送给我外公住，所以不能去。他们会自己准备啦。准备是无唔对啦，不过还是我自己送去好了。嗯，那我们先去合体再去啊。合体我真系去，我嘛不爱去。